立波，明天开学，我很高兴。你看，他是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？我问一下。请问，您是我们学院的老师吗？是，我是语言学院的老师。您贵姓？我姓张，我们认识一下。这是我的名片。谢谢。啊，您是张教授。啊，我叫丁立波，他叫林娜，我们都是语言学院的学生。啊。您是语言学院的教授，认识您我们很高兴。嗯，认识你们我也很高兴。你们都好吗？谢谢，我们都很好。嗯，张教授，您忙不忙？我很忙。好，你们请坐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